追求美丽，精致完美，唔免走到外地。全国著名整形外科诊所进驻家己，扩展全新的旗舰店来服务分家地区的乡亲。领导院长王祖杰结合优良医师团队，希望把专业带予当地乡亲。北中南拢是同款的专业技术，并引进上前卫、上新的医美治疗技术，希望大家变美丽。叶桂仁整形外科诊所家己旗舰店今仔日正式开幕，嘉义市副市长郭明斌、市议员蔡英芳、李中立、立委李俊杰夫人陈家辉、世新电视台董事长王国辉，以及顾问关小平，以及创意院长王祖杰、朱顺辉医师，精彩开幕。有感于立体全新美学观念、历久弥新的翻新，完备了之前台北、台南三间诊所的经验，将上新颖、上优良设备、全新设备，领导院长王祖杰结合优良医师团队，为分家乡亲服务，爱水唔免搁再健康的走到外地。医美里面，大家都会认为北部台北是医美的重心，也是比较先进的。其实我们是北中南都结合一样先进的这个专业的技术，我们这些医师团队每一年都到韩国，都到美国，都到那个东南亚，有比较新的会，我们都会引进比较新的这个有关医美的治疗，所以我想在地的这个服务不会输给北部的重症。我想我们是全省是同步的一个比较。诊所引进全新国家核准仪器为乡亲服务，包括最新的这个水滴隆乳，那在抽脂方面也有微缩的抽脂雷射。那事实上这些仪器呢，在全台湾来讲，我们都算是数一数二的全新机种。创意院长王祖杰医师表示，医美包括手术，也个微整，每一年拢有整体的进步。我们都会引进比较新的东西，哦，手术的部分。每一样都有更精致化的做法，那微整的部分，包括比较新的音波、比较新的光电治疗，还有玻尿酸，还有新一代的这个剂型的这个注射，肉毒杆菌。其实不管是剂型、注射方法，都有每一年每一年都有新的精致的进步。我们会把这些比较好的治疗带给在地的这个乡亲，然后服务在地的乡亲，也希望各位的支持，希望各位变美丽。玉贵人将我们精英的医师，有整形外科的技术带到嘉义来，让嘉义所有的美女都会变得更美，岁月是不会在大家的脸上留下痕迹。谢谢。现代人平均年龄提悬社交生活达到60岁真正常，为了家己增加自信、打理家己，展现风雅、精致，已经是时尚追求的礼仪。观念改变，和人生更显得美好。郑英新闻，蔡美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